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，要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，全面排查周边安全隐患，做好防范新的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工作。应急管理部要会同自然资源部等部门，急派联合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帮助地方，全力做好救援。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阶段，要督促各地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山洪、滑坡、泥石流等灾害防御。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，应急管理部、自然资源部已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救援救灾工作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。贵州省六盘水市已组织应急、公安、自然资源、卫生等救援力量在现场开展搜救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。